浪费你90秒来告诉你这世界奇奇怪怪奇葩的行业。陪跑师，喜欢跑步的您是否想把兴趣当作是一份收入呢？在这份陪跑师的职业里，这是一个悄然兴起的行业，你可选择为全职和兼职。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按小时收费和雇主一起跑步，包括普通的跑步或者马拉松跑等。这是一个不限地区就可以工作的职业，你可以在公园或者宽阔的街道上，当然还是要以安全为主，而不是枯燥乏味的跑步机而已。陪跑师不仅注重对学员的跑步计划制定与监督，还要适时的对其进行鼓励与表扬，简单来说就是对其雇主灌心灵鸡汤。这种职业既能锻炼身体，又有额外收入，收费在每小时几十元到数百元。那这份既可以健康又可以赚钱的职业，月薪可以达到多少呢？陪跑师可赚取100港币每小时，那你可以工作几小时呢？喜爱跑步又想赚钱的你，心动了吗？